到什么？你没有听到吗？我们啊，我就跟你们。现在要排，我们不用先站队形，我们先学一下，看大家学一下，抓一下。OK， 好，想到大学时期。就像黄毛暴雨，哦，是你，然后就追给他，就追上了。一台你爱上你，好，准备哦，好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、1、2、3、4。命中已注定，是我看不清。你爱我的发型，就像黄毛暴雨。我的我有你，睁开你，爱上你。哇！我们是一台大车，别看我讲错，一起办的，怎么样？管你个，就是这样子了，换装，好 ，OK 哈，以为开玩笑，没想到真的要跳绳，来不及了 ，OK 吗？哎，你也准备好了，500块还是？我都已经钱都花下去了。有画面就好了，年轻人有一个跳了，其他的没有跳，对不对？翻转一点画面，好吧？不同角度，不同角度，这样才会有遗憾，然后下次觉得啊，错过，可惜，下次再过来，这样才会有那个差异。对啊，每个都跳，对，第一次跳就大家看到画影面会觉得啊，这16也没制造一点。等下少废话，跳完这个就会开始跳了，真的。班班长就没有什么好含扣的啊，什么都可以去那个啊。班长的那个宿命就是热天泡温泉嘛，然后冬天跳海嘛。跳是这样子设定的话，心里舒服多了。对啊，就觉得好像什么都过得去，就该下去了。突然讲一讲，又觉得不太开心。对啊，真的，觉得这两个有点。开始，大家开始有一些反弹的情绪，因为我开始有点失温了。怎么这样形容？有点点。他们班长留给我们思考的时间太久了，对，就开始有一些。刚刚本来有 feel 了，很有一些负面的情绪，太久了。好。今天呢，跟那个演艺圈的前辈们，然后爱好户外生活的前辈们，然后一起来，这很广，对，很广，然后三连跳，第一个要挑战灰鸟，好像有点被骗来的感觉，还没下水就有点冷了，哎呦喂，下去马上就是灰鸟瀑布，我也没来过这个点，听说是4公尺，所以我们今天是一个level 1 level 2 level 3的方式去挑战瀑布三连跳。然后今天的体感温度大概我觉得有22度吧，所以很冷，大家都穿的防寒衣。而且这个瀑布蛮漂亮的，一下来就到了，好快就到了。对啊，啊，都还没做好心理准备就到了。有什么心理准备的？快，灰窑瀑布。好了，反正待会大家就是先拿水泼一下胸口。哎，还好我刚刚那个便利商店我已经有领钱了。不能跳就缴钱，那要不要做公益嘛？赌一赌了，好，我们反正全就缴出来了。好主意哦，这个点就把它录完。这个地方刚刚好，很适合野炊，太棒了。有什么不能好？我们就在这边彼此泼泼水，然后就很梦幻的粉红泡泡，就上后置。对啊，所以说一群男人出来就要很 man， 对不对？你也可以很娘啊。哇，好漂亮的瀑布啊！老婆子，哇！现在黑白，拜拜，好久没黑白，黑白，少的先出去啊，少的先出去啊。但是我跟你讲，出去的是要跳的哈。OK 哦，好，讲好了啊。黑白，我是李。嗯，盖什么东西？哎，那你们俩，你刚刚出石头，不算。好，是他，大家好，再次，就是石头的。前辈，不要乱。前辈，不好意思，前辈，制造效果。来，黑白，我是李。一样，来啊！黑白，我是李。应该是我们出来的，不用跳吧？你们如果要这样玩，一定是多的人要继续猜。不是，哎，说了出去猜，我们现在怎么玩？他说了算吗？我们现在就这样玩，是两个上了吗？没有，剩一个出来。过来，谁先跳？两手不好，两手不好，一把就好了。输的嘛，输的。还在前。起来，两手不，我先，1、2、3，找那个
那边贵，不会花钱的人，冒险王，冒险王不会玩海带卷，不会海带卷，我会吃海带，但我不会玩海带卷。啊，冒险王上去上去上去，从哪里上呢？哎、欸，你有什么感想？怎么说呢？说呢？就是很久没有那么热血啊、哦。其实刚刚到现场的时候，应该是说，那个 Double 邀请我来的时候，我其实就是跃跃欲试啊，但就是家人一直在阻止我。家人一直在做，家有妻小啊，对啊，上有父母，下有良女，就是比较辛苦一点，敲很久。对啊，今天既然来了，好认跳了吗？对不对？小事，冒险王，四公尺。其他要跟家里人讲的话，到十二公尺那边，我们会发纸跟笔，也可以写下来送邮票。好友，哎，真的要热身，好啊，好啊，我来了，第一棒。哎、欸，会怕，不要怕了。啊！来帮你倒数吗？走了，走了，一个 ，Go， 来 ，Go， 五、四、三、二、跳一，哇！第二个点，望古瀑布。刚刚的冷还没有恢复。现在望古瀑布呢，就是要把东西放在这边，然后再走步道上去。这边没有办法直接爬上去，这边很漂亮。要好好活着吧，这就有点需要犹豫了，会不会走？好像蛮主要是因为看不到了。对啊，我们那我们我是我们走是因为冷，是因为冷好不好？因为我是没有近视，我看得很清楚。这时候就需要把隐形眼镜拔掉。啊，那好笑，好笑。剪刀石头布啊。就你们，我才来。还有拍节目的叫我们。对啊。
来来来，小鲜肉，可以啦，可以，我们这些老屁股再考虑。好，来喽，你要这样震的。阿秋，昨天你一定要小心啊，你要煮饭给我们吃哎。好，叫你先热汤吧。说真的会怕，真的会怕。对啦，站上去真的会怕。好了，来喽。来喽，来。往外转。来喽。到啦，我觉得是中间那个平台让人家压力很大。如果中间没有这个平台，压力还没这么大。就是往外跳，对啊，就奋力一跳。来喽，来！哇，感觉好近哦！为什么我没有近视啊？真的？那个谁的？差不多，他们外中间那边，他们中间的。外侧哦，别害怕，开玩笑，这外侧的哦，够了，对，好了，离火一样速度已经到，都已经来了，对，哎呦，抓住青春的尾巴，来，跳不过出去，对啊，跳很近。真的很高哎、欸，真的很高，哇塞！来喽，我就不跟。这跟要跟着跳吗？啊，还是要先丢下去。我也想要抓好啊。我是想要抓好我自己啊！哦，哎，最后一个压力比较大。哎，有七小，真的比较胆小。我在觉得他平常好久啊，我觉得有。今天我们的野炊哦，就交给我们型男大厨哦，示范王小烈酷哥秀，算了。小烈什么秀？酷哥秀啊，好小烈秀，小烈酷哥秀。这里面是牛肉高汤，长辈都说不要抖，你还抖，还抖。非常感谢各位好兄弟，好了，我借，但是我没有防寒衣，没关系，我借你换弹。然后只要一看，我的是最薄的，我真的最薄，我傻眼猫咪了，我傻眼猫咪都来，你是几岁人装什么可爱？这很冷嘞，老屁股啊，真的很冷，操太久。哎，昨天我们买的时候是这个是他买的，昨天买我们还讨论一下，就是我说他说。我们刚刚讲的就是这个调味料啊，这个调味料跟大家介绍一下。这个调味料不是王子面、科学面里面的调味料，这是干燥剂，千万不要食用哦。你刚刚是有，你刚跳的时候有没有看到什么不干净的东西？没有，人死宝宝了，人死宝宝都来了，哇靠！这让我们傻眼猫咪啊你，你哦，吓到你不要不要的，我告诉你。这个下面抖是真的自己在抖啊！哎呦，味道刚刚好。哎呦，好像有点复原的感觉。真的，味道刚刚好。跳伞，跳伞，我结束了，我500块已经准备好了。
跳，就失去了这个机会。那我们现在就去菱角大瀑布，走吧，走，最后一个了。好了，今天我们来到了最后一个点，菱角大瀑布。虽然以前跳过，好吃哦。对 对, 對。我是哪？菱角，山顶的菱啊，山顶的。对，然后最后一个，但是今天真的是太冷。刚刚那个已经是我最后一个了。哦，我今天是来当摄影助理，所以那个500块就算了，就算了算了，做公益啊，做公益，做公益，这样就是为了做公益，为了做公益才不跳的。对对对对，哦对对对，哦对对对，不然冒险王怎么可能会有感觉可以挑战？有感觉可以回家了。又来了，天气如果不冷的话，我应该不会犹豫。但是今天真的太冷。妈，我这个还没拿到奖啊。可是我觉得就是因为挺一挺一个兄弟，所以就到时候我会把他的那个，我等一下就会先把他的那个电话那些都给你，到时候再跟他们要。安旭凯 ，OK 啦，我这个我跳过了，所以。所以也没什么话好说，反正我等一下会活得好好的。哎呦，是哟是哟，哎呦，而且要不要纸笔写给家人？爸妈还有我的家人，我爱你们哦，还有吴恒琪爱你哦，好不好？有什么问题要找赵君雅，他已经负责了。找我啊，我附送纸笔跟邮票，好不好？哎、欸，不是、啊，你们这样讲是都要跳的。我想到明天我一天就不要吃500块交出来，没有面子问题啊，就是没有。没有啊，家事的啊，对啊，现在他死光棍。对啊，500块付了，明天不要吃就好了。对，老婆要负责。对啊，黑白黑白，他先。OK OK OK， 好好，那我们五个，毕竟这个是菜，什么民主的社会，警惕退三步的。对对对对对，警惕退三步，警惕退三步。按照辈分，我也要先跳。好，那你们就黑白了，我们黑白，黑白来。我只小心哦，小心哦，大伯你小心哦。好 ，OK，OK，OK。Okay, 后面有桥，来，拜拜拜拜，我是很厉。第二个，哇靠！恭喜你，恭喜哥，恭喜哥，恭喜哥，好硬哦！冬天来跳菱角瀑布，祝贺他们啊！在菱角瀑布呢，掉了我的 GoPro， 然后昨天真的太冷了，也没有装备，所以呢，今天呢，我特别带了防寒衣和那个蛙鞋来，然后呢，今天哎，那个友情陪伴的那个刘翔宇，然后他也是自由潜水，然后喜欢上山下海的朋友，然后他今天就要来陪我找，这样有一个伴比较好找得到。连续两天来到同一个地方，现在我要来穿防寒。下水了，刚刚已经暖身过了，加油，加油！希望可以找到，看看多久可以找到，帮我们计时一下，好。找到了，1点就找到，装备弄得超齐全的，然后结果我下去要绑浮球。然后就看到了，然后昨天既然潜这么多次都没看到，但是因为我们有装备，所以就整个就是很轻松。